慢慢把它盖起来。所以有人真的就这样一个晚上过到对面，然后一隔就隔了40年，回不去，而且一墙之隔。然后金门马祖也是这样啊，他有一阵子也就在前面那一阵子，那时候国军来的时候，也不是国军，他就前面是那种东海部队，有点像讲来听有点像土匪，也不是正式编制，可是他就在那边，等于在那边，也守住金门，也帮那个中华民国守住金门，然后顺便去海上到处，因为没有政府没给他们那个饷，然后就到处去收瓜吃的，哦，去大陆收瓜吃的，然后过去商船就收瓜一些用，哦，就这样维持住。然后等到国军正式进驻，然后开始那个等于是就那个线拉出来之后，金马就真的像柏林威讲一样，有人那时候还想说哇，怎么讲，就还跑到那个福建，跑到福州或跑到厦门去看一下亲戚，晚上船不能进港，一隔40年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要从那个时候开始写，然后写他的亲戚怎么办，没有办法回来，他爸爸在哪，他是亲戚。然后没办法回来，然后怎么在海峡的中间，在那个金门啊住渔船，偷偷晚上两边亲戚会面，然后怎么把他妈妈从大陆再接过来，然后在后来那个军队来之后怎么军管，然后他爸爸那时候还在那边经营那个渔船什么，然后讲，他爸现在90几岁，我听完说，哎，你不是在写一本你家的故事，你是在写那个马回是那个百年孤寂。你在写一个大时代的那个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有时候有些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，因为我只是在写一个故事啊。可是你知道，你那个故事对于那个时代来讲，它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不写，真的没人知道，谁知道你爸爸以前做了什么事？是不是你爸爸也不会去跟别人讲那么多事情？那真的只有你可以写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对了，大家会想说，那这还算记者吗？不算的。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记者？那你都有那么好的题材、素材、故事，然后你可以用文字，可以用摄影、用拍照来表现它，你为什么让自己绑死？是不是？我意思是说，让自己活一点。好，然后怎么去取材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。再怎么样，你再会用器材，再有想法，没有材料都是骗人。我讲句实在话。你说你我上完课，然后我有很多雄心抱负，可是先去找一个故事。你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做起的，你的东西都是空的。那有料，哦，有料的工作，哦，有料不是那个日本人给钱，是那个意思说，哦，那我想这是最基本的，初级跟次级，哦，这大家如果大家学那个图书馆或者一些资料学，应该都知道。那什么是初级？哦，我打错字了。哦，寻找生命中的 S 先生。哦 ，S 先生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生活龙就是水世界那个，告诉那两个记者的那个生活龙，然后在巷子里面交付重要的文件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爆料，这样讲一下以前的生活龙，就是告诉那两个记者，哦，什么那个尼克森怎么去窃听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让他那个总统下来。那当然是开玩笑，你这种 S 先生是很重要的 S 先生，然后告诉你是那种会攸关生命危险的讯息。可是我觉得大家不必。好，哦，怎么找？其实我想说很重要的就是找人聊是第一步。其实我讲意思啊，我如果有问我说，不要说记者，你要写一个好的故事，第一要件是什么？我觉得重要第一个要件要会跟人聊。也要敢跟人家聊天，你懂意思吗？你的亲戚没问题，好，那怎么问？那是一个怎么问的学问。可是大家常碰到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就觉得，哎，我该不该问，或者等等。啊，我一直觉得说，其实那个宪法有保障，大家可以自由聊天吧，是吧？你是说？其实你可以去试嘛，其实我觉得那对大家都不是难的事情，哦，但是你也不要一副那种一去就开始，请问一下那个豆腐怎么做，吓死人了，是不是？先问一下，哎，你今天怎么戴口罩？就是你懂意思吗？人跟人就这样嘛，你不要一去，好了，没，因为
这样讲比较不好听，因为我公司采访车，哦，车子开到那边，人家看哦，新闻采访车下来，然后就等等，要来访问我了。也是不是啊？你可是骑个摩托车，然后你他妈一直得来笑来笑来，那我觉得都没有关系、哦。不管你是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议题，你对这农村有兴趣，哦，你对这华光社区有什么？那可能你刚来那个华光社区会觉得你是不是紧张卧底？那些聊久了，来几次了，绝对不是啊，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。然后你去，比如说去那个农村，想要访问那个农民长子，我想勤跑是一个，然后开票是一个，然后我也不觉得说所有农民会的说哦，你是 NHK 的还是 TVBS， 他才跟你讲事情，也不见得。我觉得人本来就有那种喜欢跟人家交谈的习惯，打开话匣子之后，那后面的程序就是你去找你想要的东西，去问你所想要的东西，然后也不用急着一次就问清楚。哦，有些东西你可能要筛选，这村里面有五个人。哦，你比如说你这次来是要来，不管是追或了解某件事情，那这五个人，我们讲的是所谓初步的一个交谈之后，有三个人大概有经历过这样的事，然后你就可以下次可以再来跟他们再来找他们再聊，所以很重要。然后这三位为什么放这个照片？这是在那个进港口部落，进在那个大港口。而且我获得资料是用钱买的，就是也是要花钱，因为我在那边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这边，你现在看这些都是野菜哦，不是野菜哦，阿美族是很会种野菜的部落，这不是什么地瓜叶什么，全部都是野菜哦。然后你就很好奇说，哇，这么多野菜是什么？他都不想跟你讲，然后就这么晃半天，然后拍，因为我在拍旁边的农民，晃半天又过来跟他们讲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个突然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保利达啦，买保利达。”可是我没有去买保利达，因为我觉得买保利达两个，他叫你买保利达，你就去买保利达，这样很没意思。那第二个，其实买酒给老人家或买烟，其实现在酒跟烟都不是很好的东西，我也不想。就后面我去买三罐那个菊花茶，比保利达便宜。没有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他也不是真的要喝你的保利达，哦，反正他也在逗你。可是当他真的看你就拎着那个饮料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也很高兴。那个不是说你拿了三罐饮料去买他，而是他觉得你对长辈是有一个，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所有的野菜的名称。然后包括中文不会讲用猪，可是阿美语就有讲，就像英文一样，你也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可是你懂意思吗？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这样的东西它怎么来的，哦，包括它怎么去野外把这些种子找回来。你知道这就是一篇故事哦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就一个故事在那个地方，他怎么去找这些种子，然后怎么去把它育好，然后怎么种到这个地。然后种到这个地之后，他还要怎么去分析？怎么分析？因为那个地有些比较湿，有些地比较潮湿，位置比较潮湿，有一些比较干。那个植物是有些是需要潮湿的，有些是需要干的，所以他要再去调整位置。然后三个怎么去分工合作？然后哪一个妈妈很会煮？然后哪一个妈妈都每次都煮，把最多菜回去。你懂意思？你在闲聊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有一个故事在脑海里。那不是一篇什么很，我要怎么讲？不是一篇什么什么很大的报道，可是它就是一个很温馨、很有部落的那种味道的那种东西，而且不是说空话的那种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我意思是说，第一步聊很重要。好，那没有谁说没有用，或许有人讲话乐乐的，啊，有人讲话就是绕来绕去、绕来绕去都没有关系，你听一听。如果真的说太耽误时间或怎样，你可以stop。可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，一定要跨出第一步。你到那边，除非说那个那边都很热情，那有时候他问你，有时候他看你，其实有时候部落或农村人都比较不好意思，其他人是很热情。可是当你不跟主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，他也不太好意思跟你打招呼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一步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那个是所谓的啊，初级，什么叫初级？你听到，你直接听到。不是你听他转述，如果这些我不是看到这些以
那或者这些那个法蒂在这边做法医，在那边做这些工作，他跟我讲说其他的伊娜跟法医在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那是他转述。可是当他在做，他在跟你讲的时候，那就是第一级的资料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第二个，眼见的真实，所以眼见就这样。然后跟我讲说这边有开发区，你如果可以的话，假设，因为这个工作上我可以去。那比如说，如果是各位的话，有一天讲说，哎，比如说你住在新店哈，新店后面三角在挖山，你知道意思？你一直听，那你总有一天，如果是10分钟、20分钟，甚至40分钟好，你骑个摩托车上去，那有当然有危险，你要自己要小心一点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去看一下，拍一张照片，你再下来跟人家讲，人家会相信的。否则人家跟你讲说有挖山，你就要很小心。我新店有在挖山，然后有就问你挖成怎么样子。我听说的，是不是眼见为真哦？所以不管是刚才像那个，你要听他们讲的东西，你要自己听到，然后自己放在心里面。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要能看，当你能看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形容，对啊，挖掉整个山头，上面跟一棵树都没有，甚至你还可以帮他算一算，有了25根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都很重要，一个眼见为真实。然后第三个，找资料。好，如果说我们在讲说，像大家比较针对，如果说是比较针对这些所谓开发议题的话，像我们记者都一直看这个环保署的这个环境审查这个，那他会告诉你哪一天有什么会议在哪里。有两个，有些东西照理讲你点进去，像你大家都晚上有网络回去看，照理讲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说，假设你对于什么开发事业有兴趣的，比如说什么，像那个好奇堡广慈案，哦，所以你就说对哪个什么农村或什么，你找资料很重要，听人家讲当然是一个，看当然是一个，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发生然后准备要被开发的，找资料很重要。政府的资讯公开其实很多资料在网上，但你要怎么找？那还要找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很贼，他会把它藏起来。哦，第一个你要找得到。第二个，不要只看那个名称。我常看人家在看资料，就看那个名称山区路段改善计划，这个重要，删掉。结果你没想到，里面有一座桥，可能要跨过什么重要保护区，所以要点进去，把那个文件整个打开。哦，不是看这样一览，不到20个字就决定这个资料不重要，没有。他有时候会在上面写一些让你看起来不到不一样的文字，可是真正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说，我不要说记者，但是有一些媒体是为什么评价高干就在这里。你说他东西一样，你来跟我也来这样，为什么他就写出别人不一样的东西？因为他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不是我在讲说，不是只有高干记者会，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本事，甚至有些本身还念什么统计的，哦，更厉害。我们常看那种，对啊，有些我根本都。数学烂的要死，然后什么几趴，你就先头痛要死。哎，我碰到那个真的念那个统计的那个，哎，这样已经占了40%哎，我说你怎么算的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就是说，就用我来讲一件事，其实有时候我们记者真的读新闻系，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懂。那其实像比如说你像那个台大，他没有所谓的新闻系，他就是接新闻系。他是希望每个记者其实你要先学别的东西，再来当记者。那我不是说，不是又回来讲说啊，那好像什么大，但是我会说，只要你有一项专业，其实你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报道者或书写者，是不是？不要说又讲后面大家都要去记者，你不要。你只要有一项很不错的本事，除了你工作上可以用之外，其实他可以来帮你看很多的东西。如果你又对于这些书写、拍照、创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。可以用的工具，哦，看进去很重要，好，我们就这个，哦，还有一个新闻的叙述。其实我们讲意思啊，除了你家附近以外，刚才像那个三个那个部落的妈妈跟你讲说啊，那边在挖沙，哦，那你就是第一个，可能就是除了他们三个之外，第二个知道那边在挖山的。可是很多人其实很多事情。你也是看到媒体，或者是别人，我不一定说所谓的媒体，
媒体不一定是说只有那个所谓专业媒体，好，你也可能在看到某一个那个部落，那个不是部落的网络或谁写的啊，哪边有那个河水污染，然后你又这个东西你有兴趣或怎样，你就想走去看。那我要跟大家讲是说，事情是一直在演进发展中，你看到这篇新闻，或者他跟你讲说已经拆掉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，拆掉我再去要没意义，对不起。搞不好你去的那一天，我都在想说，那天不是新竹拆掉那个房子吗？有拆掉那个保护楼，对啊，你搞不好隔第三天去的时候，你还跟拆掉的碰在他，我要开把怪兽开走。好，像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在那个也在新竹，他有一个那个竹东领馆处的那个眷舍，然后他大概四月十号也会那个文化审查，然后等那一天等于是。完就突然有一天就说什么，可能会拆除掉盖房子，然后结队去，然后就拍了一些东西了。然后我也是看到那个报纸写，哦，我本身对古迹很，这是我自己跑去，然后就跑去报纸说可能就没有了，顶多就是拍一拍那边的那些房子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三位刚好就坐在门口，而且他们啊，他们是就当地的住户。然后他们哥讲说，哦，那天有他们说前几天来一个记者，他们吓得要死，人都关着不敢出来。可是你懂意思吗？我自己跑去，然后你在拍照看你一个人，然后觉得你，我也没跟他讲说我是记者，他就说想来拍一些照片，他就开始跟你聊，然后全部都是林那个以前林务局那个林务局的员工的家人，然后这边这样讲比较那个。这边也是寡妇村，先生全部都不在了，然后总共住了差不多六到七位的妈妈，全部住在里面。然后其实小孩子在台北、在新竹都有房子，可是大家就摊着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平房，然后出去有树，然后邻居都在，哪一个老人是这样？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跟你讲，跟那个三个妈、那个部落妈妈一样，他开始跟你讲很多故事啊，那你就突然就觉得哇。就是你知道，本来你只是在想说那个房子，好，日本的房子多漂亮，然后价值在哪里等等等等。可是当你遇到这些屋子里面的人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东西，它突然是有生命的。你知道，你看到房子不是只有一个房子，它是有生命在里面动，甚至你都会支持说，他们也长得很白啊，他们这是国家的房子，他们也不敢去贪什么国家什么给他们或者这样。就搬迁有搬迁的钱，可是他们总是觉得说，就让我们住到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也不急啊，其实真的也不急。太多地方把人家赶跑，拆了以后就放了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就摆烂摆在那个地方。然后那些被你赶跑的，本来可以再说一句实话，本来住这可以活二十年，被你赶跑只活十年就走了，不是在造孽吗？其实包括华光，我都讲句实话。你现在政府哪有钱去盖那个房子？保证一定现在就全部封起来，拆完封起来，然后顶多路边的先盖几栋，其他地方就空在那十年。我们政府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意思是说，就是很多东西你它有不同的一个面向。那像这个我就跟大家说，虽然是新闻播报过，你觉得啊新闻播好像就没有，你再去，其实一个事情从它开始发生。它一直在变，它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。不管是大埔，不管是环保，你任何一个时间点去，你都觉得哇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去，好像已经来不及。它一直在变，到现在，像那天我那个过年回家，然后回来就想说，车子开进去那个相思寮到家，相思寮大家知道吗？我光那个吧，庄哥事情说那时候，不是要整个地方要拆掉吗？然后一个相思寮在那。对，彰化那个2020，对，你再回去看，本来那个地方是，我们去2009年进去的时候，那整个地方是一片绿色的那个农场，现在已经被挖到，已经都是工地了，然后本来居民都有自己的地，然后全部被挖掉，四年他们都有一些干粮有在种，但稻子四年都没办法种，今年的过年他们把第一批稻子再种回去，就那意义就是。不一样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
你再回去看的时候，其实你说不上来，就是等于是那个好像那个地方已经是被人家遗忘了，已经破坏殆尽了。可是你懂意思，人家又开始。哦，当然不是说有办法恢复到以前整片绿了，可是至少这几户留下来的人家又把稻子种了，它就是它的意义在上面。哦，所以这几个，所以我想说，大家在找资料的时候，初级、次级分一下。初级是什么？直接听到的，直接看到的，哦，直接去拿到的东西。次级包括前面这个的，哦，包括这些文件，文件有真有假，哦，有东西有泄露，有一些东西有隐藏。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不是看到上面所有字就以为是真的，哦，你要自己再去分析去判断。新闻也是，是不是？新闻也是，新闻可能只告诉你，对啊，就像三哥讲的，看到记者那天告诉你吓死，我都不敢看。那反过来讲说，那天记者完全没有碰到三哥这些住户嘛，所以不知道住户讲什么，可能就是林务局话讲一讲，然后那个学者老师要保留学者老师话讲一讲，居民没有。就是我意思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很多的资料在那边，你要去把它自己有办法去接触，然后去把它转化。那当然不是说。我还是讲，它就是一个故事的，就像你买的菜一样，它就是故事的料。然后你怎么去组装，怎么去做，就是那个后面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，因为